藏不住滚烫的灵魂。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个小孩一样感情。我看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从变昏迷多久了？八年了。你是家属？哦，我是他妻子。帮他先止下血。啊，医生，我老公他……他情况现在来说比较稳定，具体什么情况需要再做些检查。走吧，先给我止血。去联系一下 CT 室。好。腹内有出血，皮破裂，出血量很大。去联系普外，准备皮切除。好，护士长，主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回来上班。那仙云他，多亏了小光，他现在啊成天忙着做他那个教学视频，根本没空管我。我在家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只能灰溜溜的回来上班了。那能行吗？老潘照顾的比我好。好，我本来想着你没有这么早回来上班，在家里好好照顾仙云。你既然回来了嘛，那就好好工作。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直接跟我说。主任，放心吧。仙云现在状态好着呢，护士长，欢迎你回来，想我们？想死你了。医生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手术比较成功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呢？这个不好说，要看患者的恢复情况。皮破裂比较复杂，建议在医院多观察一段时间。小凡，你头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检查了没？啊，没事，建国，我不小心磕了一下，额头出了点血。额头上的事儿怎么能掉以轻心呢？万一留疤怎么办？医生，你看他这边还需要什么检查吗？我去交费。建国，我真的没事。放心吧，该检查的我们都检查了。没发现什么问题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患者这儿要是有什么异常，再来找我们。哎，你怎么好好的从床上摔下来了？
我跟护工想给他换个床单，心里想着咱俩的事儿，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。这个患者是植物人，平时你们多留意啊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你不觉得这个场景特别诡异吗？嗯，病床上躺着一位昏迷了8年的丈夫，而病床边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还有点暧昧，细思极恐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我看以后还得加一句，久病床前无夫妻啊。毕竟守着一个植物人8年，换谁谁受得了？不过，这个男人也有可能是这个妻子的亲属，就是他哥。哥，一看就是情侣啊！你们俩可真闲。怎么可能是亲属啊？对吧？嗯，也对。这个可以，就这样。徐老师，武装患者醒了。刚才真的看到他睁眼睛了，我把手放在他面前，他醒了。我刚才就是外界刺激还是没有反应，应该是看错了。徐老师，我是亲眼看见的，我跟他招手的时候，还是你亲眼看错了吧？徐老师，即使是睁眼了，也可能是无意识的，并不代表真的醒了。